就在那里。还会绕一大圈。他会回答，我们叫他，他就告诉我们说，我听到了，听到了。我觉得在山里头越久哈，你被大自然熏陶，而不是被人为的环境熏陶。大自然里头，谁跟你讲身份地位？那些蜜蜂不会因为你是县长不咬你，那些鸟那些什么，它不会因为你是县长而为你唱歌。他叫他自己的。你在一个大自然的环境里头啊，你很自然的跟大环境互动的时候，你发现到你很多的不能。人只有在发现到自己不能的时候啊，你才会很自然的孤卵。就像你穿过一个门小小的时候，你很自然这样子走路一样。我没有谦卑，我只是要这样才可以过。当你说我要很谦卑的时候，这是一股另外一种骄傲，它不是谦卑。